掀开经本，扩注卷中131面，请看经文：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戒名安罗，世界名尽诸，其佛寿命不可计劫。那么这是世尊为我们说出主命鬼王，他已经在很长时间里面以大鬼王的身份来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前面所说的是说他修因，修善因一定会感得善的果报佛为我们说出往后170劫的时候，他就事先成佛了。佛的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也有名号，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这个界的名字称为喜阎界那么他那个时代呢叫安乐从名这个名字上来看呢佛出世那个时代非常美好而世界的名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叫娑婆娑婆是梵语，意思是看人，这个世间的人很苦，他能够忍受得了就看人世界那么无相如来将来他的世界叫尽诸，我们看到尽诸两个字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非常接近而寿命也是属于无量寿。世尊此地这一段的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卧道里面的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个里面修行，正是《法华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与这些众生缘分成熟。佛家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不仅是这一世过去历劫以来我们与一切众生是不可以不结缘这个缘呢有善缘有恶缘有染缘有净缘如果在佛法里面还有法缘，通通都是缘，有缘这才能得度，没有缘呢
那就度不了了。啊，纵然跟众生结的恶缘也行。啊，你像这个主命鬼王，他们在三恶道现身，度恶道众生，那是这些众生恶缘成熟了，他都是恶道嘛。啊，菩萨也不舍弃。也到卧道里面来，事先同类生去劝导他们回头，啊，劝导他们断卧修善，啊，这种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啊，知道是一回什么事情。也明了啊，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法？啊，虽然在原则上讲，一个语言的问题，我们与一些众生最殊胜的是借法缘，啊，法缘里面呢，不带烦恼，啊，所以。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啊，缘里面纵然是善缘，诸位要晓得善会变成恶，啊，谚语里所谓乐极生悲呀，啊，这个爱到极处就生成恨了，啊，诸位要晓得恶不会变成善了，啊，恨很难变成爱，啊，这个爱变成恨了，啊，很容易，啊，所以这个世界极苦的世界，啊，学佛就学做一个明白人，啊，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啊，清净的缘，啊，也就是说，善恶两边都舍弃，啊，这个舍不是事上舍，是心上舍，啊，事上善恶遇到了，啊，总是免不了啊，要接触啊，要往来啊，这就借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在一切境界当中，啊，无论是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身心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啊，染缘的报很苦，如果在一切人事环境接触里面，啊，自己真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啊，在我们净中呢，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这念佛是决定求生净土，啊，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净业的果报啊，多半是在色界天，啊，因为欲界天呢，都还有染着，啊，色界天呢，染着就轻了，啊，这是不能往生了，也多生天界，啊，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懂。
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这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既然有佛性当然会做佛，只是成佛早晚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我们今天学佛要想功夫得力，首先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们有这个觉悟，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看法，你跟佛就接近了。为什么呢？这是佛的看法，是佛的想法，这个看法想法决定是事实，不是说我应当要做如是观，不是的，它是事实，众生迷惑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想成佛，快速的成佛，成佛的捷径无过于这个观念转过来，所以对一切众生呢就能尽孝啊，能戒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这个是修行。我们讲修行呢，稳当，快速，真正是接近，自己这一生当中，应当要想一想，应当自己要问一问，我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来？这一生的人生，对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人能够常常有这种反省，觉悟了，不至于迷在妄想执着里，不至于迷失在五欲六尘之中，没有学佛的人很少人有这种意识，学佛的人又有几个醒悟过来，真正醒悟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寻求答案，有了答案，我这一生呢，心情是安定的。为什么？没做人，无论时间长短，时间长短就是寿命的长短，你有目标，你有方向，你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过得很有价值，这是首先呢，把自己定位，这个重要啊，我们的人生闻佛法，把自己定位在哪里？
因为在弘法利生决定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尽心尽力去做得圆圆满满，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定位在念佛堂临终修行，一切万缘放下，死心塌地主持名号，领导大众，协助大众老实念佛，这个也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这是讲出家人，我们举出这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临终，认真发心，临终是照顾大众啊，为大众服务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寺院住持当家，这些执事，古时候说执事是菩萨了，不是凡人的。凡人在道场是轻重啊，是凡人的。这些佛菩萨来服务的，为大众服务啊。不可以在这有权有势有地位作威作福，那就坏。与法相违背。什么法呢？与信德相违背。违背信德，如果与信德相应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为大家服务的，这就是积功累德了。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越是在这个高位置上，像一个寺院，你是丛林主席，你是道场的主持，你是为整个道场服务的，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在修行呢，真修行，服务是修行，与自己用功妨不妨碍呢？不妨碍。智者大师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学生们问他你往生呢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说，如果我不临终啊，不做这些杂物事情，一心念佛，我的品位就很高。因为临终常常分心，精神不能集中，所以只有五品位往生。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也可以说真的，也可以说不是真的。我们要懂得祖师说话的意思，他这个话意思很深啊。如果是凡夫，
做这个主持当家，管理这个道场行政事务，确实对自己往生的品位有伤害。但是他最低的一个标准呢，是决定可以往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学己为人，这是对凡夫僧来讲。如果对圣贤僧来说呢，那就不一样，工作服务啊，就是修行。这不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服务大众啊，一天到晚非常繁忙，世上繁忙，心地清净，三轮体空，一尘不染，他的戒定慧三学都完成了，他怎么不是修行呢？我们看禅宗慧能大师在黄梅，他每天的工作是服务大众啊，厨房里面劈柴冲米，有没有耽误他的功夫？没有啊，不但没有啊，成熟自己的功夫啊。别人修禅定要到禅堂打坐，他修禅定冲米是修禅定，砍柴破劈柴是修禅定。每一天接触常住这些大众是修禅定，无时无刻不在定中。文大师能做到，智者大师又何尝做不到呢？所以我们把这些连起来想一想，就知道连智者大师那个话里头话中有话了。问题你会不会学？但是毕竟觉悟的人少，不觉的人多，所以智者大师说这个话用意就很深。他这个用意就是警告这些从事于服务工作的人员，给他一个警告啊，如果你自己所作所为不如法，不能与法相应，对自己就有损害。如果与法相应，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对自己的修持都是成就。佛是门中，哪一法不是佛法？相应的法法皆是啊。宗门大德常说：“左右逢源，头头是道。”那是真正的成就啊。那么如此说来，归根结底呀，就是两个字：觉明。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常常保持着觉而不迷？这个觉迷要如何保持呢？一念私心就迷了，这是关键的，是枢纽。
念好恶就迷了，才起心动念就迷了。而您能够起心动念为服务一切众生，这就是觉了，没有自己，全心全力为社会大众服务，就了。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九法界里面呢，现身说法，为大众服务啊。他示现的身份，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要用现在的话来说，过行过也。什么样的行业他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去做，不但对于自己道业没有妨害呀，天天在提升自己。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回向，从回向提升到圣地，总而一句话说，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一切众生，提升自己菩萨的阶位呀。那就叫修行了。修什么行呢？把私心修掉，把自利修掉。纵然站在很高的地位，是服务大众，不是在那里居这个权位、作威作福，不是的，服务大众。就是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那都是菩萨心啊。无论在什么职位，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菩萨事业。一念为自己，那就造业了。我在经上看到，而在事实上看到就更多更多，所以这经文给我们莫大的启示，一定要懂得种善因再得善果，这个善跟恶，一念为众生是善，一念为自己决定是祸，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必须要掌握的。怎样把我私舍掉？这是我们修行入门之处啊！你功夫才能得力。再看底下经文，132年，地藏是大鬼王，其事无来，不可思议，俗度人天，天人亦不可限量。这是世尊叫做地藏菩萨，告诉他是大鬼王，就是指主命鬼王。广义的来说呢，是指地狱恶鬼道里面所有的这些鬼王。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他这个注解里面讲，其事不可思议的
曰本而叹己也。啊，他的本来面目是佛菩萨，是法身大士。啊，他的相现的相是鬼王之相。啊，那么这个我们应当晓得，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我们念一念。啊，注解后面啊，就是这一段注解幕后这么两行，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诸幻化相，当处畜生，随处灭尽。这两句话是楞严经上的。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于诸圣全是化门，思过半矣。这是用楞严经上的几句话来做个总结，写得好，确确实实是如是。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实在讲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凡夫多，佛菩萨更多。幻化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的我们不认识。那也许有人问，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明说呢？明说你也不相信啊，他跟你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是什么佛再来的，你能相信吗？造的业会更重啊！所以佛教化众生的有一个陈规，决定不露身份。露身份的时候决定要走啊，不可以说露了身份呢，你还住在这个世间，麻烦就大了，妖言惑众啊！人家说这是什么佛来的，什么菩萨再来的，大家都来供养啊！那妖魔鬼怪就可以假借这个方式来骗、欺骗众生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迷惑众生。所以，真人不露相。录像决定不是真人啊！如果他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菩萨再来，说了马上就走，真的，那不是假的；说了还不走，这假的，这不是真的。哎，所以遇到这个，你就可以问他了：古人说了走，你怎么不走啊？那么这一篇我们就讲到此地啊，再看底下这一篇，称佛名号品第九。这一篇经，这个圣业法师把它讲作佛宝，幕后这个三品，它总结归到三宝，佛法僧三宝。说得好啊！他往年在九华山讲，他把他的讲义送来给我看啊，我看他这个三段这个说法了，我很佩服他。戒归到三宝，才有真实的利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言利益事，于生死中
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你看经文上讲的，菩萨了，要为我们说利益事。什么利益呢？于生死中得大利益，那这就说是了生脱死的利益了。这个利益真的是大利益。的确是真实的利益。如何能令凡夫，尤其是末法众生啊，他这里讲未来众生呢，就是指末法了。末法众生比起任何一个时代都苦，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从现实的生活里面去观察，就我们自己的记忆，年龄大一点的人，七八十岁这样的年龄，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生活，虽然这个世间已经乱了，可是心境呢，依旧是平和的。纵然在战乱期间当中，到处波迁流浪，他心情安定，而在今天，纵然物质生活过得很富裕，你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你的心情不安定，真正可以说得上心慌意乱。这什么原因？如果不能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你又怎么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呢，确实佛法里面解释得清楚啊，半个世纪以前呢，跟这半个世纪以后做一个比较，就很明显，那个时候的人心呢，厚道。再往前面比，当然比不上前面。真正是世道人心呢，一代不如一代呀！在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老人讲“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话是听得耳熟啊，没有感触。现在想起这些话了，感触很深呢。那个时代的人心，贪嗔痴比现代人要减缓很多很多，多半的意识足，他心就安。我现在人心惶惶，
我们就明了了，什么造成的？贪心不足啊，贪嗔痴慢没有止境啊，加速度的在增长啊。这样的人，把他放到天堂，放到极乐世界，他身心还是不安稳。道理在此地。过去，我们在1949年刚刚到台湾，人地生疏，一切都不熟悉。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去找个人，路不认识，随便在路上遇到人问问他路怎么走法，热心啊，不但详细告诉你，有的时候他带我们一道去。现在没有了，你一问他就不知道，理都不理你。现在是有对他有利他就做，没有利的时候置之不理。在那个时代，是遗弃父母，父母年老不照顾的很少啊，很少听说啊。现在到处都是啊，世风日下，速度之快呀，太可怕了！今天什么社会啊？所以东西方许许多多预言呢，说这个时代有大灾难。我们看到这些迹象，还似乎不能不信嘞。这个预兆、征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们要用一般科学家的讲法，他们讲的不，思想不，事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的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古代的教育是以这个为中心的，换一句话说，是帮助我们这个思想的波平和。纵有贪嗔痴慢，它的起伏波动不会太大，它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啊，所谓是不离谱啊，它的起伏啊在这个水平的附近。现在把这个教育舍弃掉了，凭着凡夫的妄想，所以是民主、自由、开放，这正是《楞严经》里面佛所预计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什么是邪思？随着自己的知见而说，自己的知见是妄想啊，
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而说，造成世界大乱。造成这个思想的波动啊，大幅度的起落，超越标准太多了。那么它的现象，就人心惶惶不安。过去人物质生活那么样的缺乏，过得那么辛苦，他过得很快乐。今天的人，你看过得很富裕，他人心惶惶，身心不安。这个一般讲的是躁动的现象，浮躁。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思想波造成的。我们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能信能解，又能依教修行。那么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跟佛说的这个标准很接近，所以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里面，动荡的世界里面，我们还能保持几分的平静，非常难得。越是认真学习，相信佛所教导的正确的，我们自己所想的是错误的，首先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肯定。正如同佛在经上讲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相信你自己意思，自己想怎么做，决定会做错事啊。你证得阿罗汉之后啊，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阿罗汉的标准是什么？这太明显了。阿罗汉的我执破了，无我了，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的，没有我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想法就可靠了。所以佛界定的是阿罗汉这个标准，我们要懂得他界定真正的意思在哪里。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我，还有自私自利，你的想法就不正确，就不可靠。你真正做到无我无私，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你的想法可靠。那我们还有我，还有私心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必须舍弃自己的想法，遵从佛的教诲。这样啊，不至于有大的过失啊。佛说讲法，叫我们利益众生，当然与自己的利益呢，也相违背了。我们在心理上要克服，这个现在人讲呢，牺牲奉献。
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大众的利益，这是佛教导没有觉悟的众生的。已经觉悟的人不需要再教导了，他自己所思所作所为自然相应，与佛菩萨所说的相应。我们今天不但在家学佛要懂得这个道理，出家学佛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出家人的身份是老师，人家看见你称你法师，师是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的榜样啊。我们拿什么做榜样，拿什么做模范，就是无私。如果自己还有私心，人家称你这个，称你做法师，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感受呢？不能做大众的榜样，不能做大众的模范，人家趁你这个师啊，就很难过了，名实不相符啊。你能生惭愧心呢？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这好事情啊。如果依旧愚昧无知，居然敢当之，那哪有不造罪业的道理？就是承担这个称呼，我们自己就罪业了，造罪业了。冒充法师嘛，不是师在冒充师嘛，人家称你一身，自己就造一次罪业，称你两身就造两次罪业。佛教给我们积功累德，我们自己在这积累罪业，这怎么得了？难怪古人所谓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谁堕地狱？现在堕地狱的人多了，古时候堕地狱的人呢少，造无逆十恶业的人少，而僧道没有尽到他自己的职责，那就免不了要堕落。那么出家人的一生当中的大事业，地藏菩萨教导我们的，要为未来众生的言立一事，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家人的事业。言是表演的，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的，说是说明啊，又要做又要说。我们今天界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这一生过得就有价值有意义。请看经文134面。
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最苦六道众生，言不思议事，尽证事实，唯当诉说。地藏菩萨向佛陈白，佛不但是准许，催他快说。为什么呢？对于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前面这几句话赞叹，如今于心慈悲，这个心就是发起，你发慈悲心，为了要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这是大利益的事。众生虽然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不论是今世或者是过去生，造极重的罪业，只要他一口气没断，我们知道通通有救啊。这个时候他头脑清醒了，一念回头就得救了，真的是回头是岸。我们在《二舍世王经》里面看到，这个国王，他在这个世间有地位、有权力、有威势，造作无逆十恶的重罪，决定堕阿鼻地狱。这个人毕竟还是有善根，晚年的时候觉悟，知道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回过头来依靠三宝的教诲，临命终时念佛往生。佛告诉我们，他往生的品位上品众生，他是忏悔往生的。从这个事例来看，造极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够得救，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真正忏悔，改过自新，还是有很殊胜的成就。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学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地方建道场，道场有建立，有临时的，有永久的。临时的租借一个场所，在这个地方讲一天、讲两天、讲三天，那个讲经的场所就是道场，这道场临时的。无论是临时是永久，你在那个地方发的是真正慈悲心，真诚清净慈悲，讲经说法，去
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的，都是不可思议功德。听众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不能预期个个都能成就，个个都能回头，这是做不到的。听众之中啊，必定有几个有缘人嘛。啊，进一个道场，你能在这个道场度一个人，这个道场的无量功德，无论临时永久啊。啊，在这个道场听经闻法，有一个觉悟，有一个真的念佛往生了，这个道场无量功德。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地藏经上前面我们都读过，劝你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都说功德不可思议，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了，回头了，这个就是真正的救拔一切罪苦众生。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将来必堕恶道，这个苦是恶道啊，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度救必定要在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他死了，那堕到恶道去了，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决定办不到。所以他落在三恶道，那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恶道里的视线同类身去帮助他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他一口气还没断这是大事。所以下面两句佛在催他了，今正是时，现在正是时候，未当诉说赶快讲我们在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呢，实在说的时候，就像释迦牟尼佛逼着我们一样这个事情我们要赶快做现在正是时候所以这两句话用在我们当前，对我们再贴切不过了。下面佛说无界涅槃，是如早彼誓愿，无业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一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存什么心？佛心里面呢，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没有自己。这个就是佛心。
佛念念之中啊，是为众生服务啊，是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所说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教啊。说完这部经之后，幕后就是一部涅槃经。所以这是涅槃经前面的一部经，算是最后一教了。无极涅槃，涅槃是梵语音译，通常翻作灭度。四谛里头苦集灭道，灭就是涅槃。那么在中国用的最多的是翻作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好，他这个注解里面是涅槃呢，庄三藏翻圆寂，玄奘大师这个地方揭露下来。好，得无不备成缘，功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的，这个叫圆的。障无不尽的成极也好，一丝毫这个障就是三障二障，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三障是惑业苦。通通断尽了，这个叫极。那么由此可知，涅槃圆寂不是死的代名词现在大家都把它看作死的代名词出家人一死了某人圆寂了，某人入涅槃了那将来哪一个不入涅槃呢？个个人都要入涅槃，不管学不学佛，通通要入涅槃这个观念呢错误所以实在讲，涅槃是活着时候真的而不是死的代名词那么这个地方是无极涅槃，是佛在这一段期间他教化众生的圆净功德圆满了这是事先离开这个世界八相尘道里面，最后入般涅槃相取这个意思圆尽了，佛就不再注视，注视没有意义了跟他有缘该得度的都已经得度没有得度的已经跟他种了佛法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现在不能成熟当然要离开嘛时如
早比实验的，你一发心继续来做这个工作，好啊。所以佛不住世，弥勒菩萨还没有示现成佛之前，这个空档的时间是地藏菩萨代替佛来教化。在所有菩萨当中，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很特殊啊。那么地藏菩萨代理佛，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而是这个经上所讲的孝亲尊师，孝亲尊师这个教学的纲领，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取代佛陀的教化。因为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教化都是以孝亲尊师为基础，佛陀不在世了，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呢，维护教学的基础。没有能力把这个教学往上提升，但是这个基础一定要保持，不能失掉啊。这个工作多么重要啊！这是在这部经上显示的精神。深信因果，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如果就净宗的教义，净宗修学的基础是世尊在观经上所讲的净业三福，没有修念佛法门之前先要奠定这个基础，净宗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诸位想想，这四句话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没错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后面这个念条切句，你看看与地藏经末后的五品啊，从这一品一直到经的结束，总共十三品经，完全相应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不仅仅是修净宗的基础，是佛法当中无论大乘小乘，无论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不在世，没有人弘教了，我们能把这个基础维护啊就行了。
乎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啊，所以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成功了。这个是真实，不是意思。我们要弘扬其他的经论，自己没有开悟，没有见性，怕讲错啊，很难得真实的受用啊。唯有坚持这个基础，老实念佛，决定不错。即使诸佛如来示现在今天，教化众生也必定如是。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晓得诸佛如来那个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应当在这个地方学习。清莲法师的注解，这个里面有一段，我们念一念。135面倒数第四行，我们从这个头看起。四法神妙啊，这个法就是地藏菩萨在这一品经里边所说的啊。什么法呢？称佛名号啊，这个法门呐，这个法门就念佛，念佛法门呐。纵无即入涅槃，纵便如早彼誓愿呢，无业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言？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啊，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这个讲得好啊，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极致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此尊矣。地藏菩萨真的懂得佛的意思啊，继续佛的愿望啊，这我们常讲的续佛慧命啊，地藏菩萨懂得这个意思啊，佛不在了，他接着来干啊，用什么法门呢？称名的法门啊，所以世尊对他赞叹啊，催他赶快说啊。那么下面这地藏菩萨所说的啊，说的意思很深啊。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世尊佛的名号，这个世尊佛他的次第是由近而远啊，在时间上来讲，靠近我们现代的现实，越说越远啊。请看经文，地
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虽然是近，也不近了，这最近的也不近了。又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这是把佛的名号说出来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战胜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读这段经文，听这段说法，能信得过吗？业有众生依教奉行，他是不是真的得福如是？很令人怀疑呀！我们照地藏菩萨我们这个方法去做，果报不如是。生死重罪，自己还是要承受。该堕地狱还是要堕落地狱。那这个话怎么讲？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地藏菩萨没说错，我们看经文看错了，我们听话听错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闻佛名号，战胜恭敬。”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没搞清楚啊。闻菩萨三会。说一个字，必定就包括另外两个，闻思修。可以知道吗？如果没有思修，怎么能战胜恭敬？恭敬就是思修啊。思就是你的心上真有佛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它相应了。那个恭敬呢，不是把佛像塑在那里对他礼拜供养，那个恭敬呢，那形式是假的，那个不管用啊。一念相应。念相应呢，行当然相应，心行相应了，口当然相应，你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就是叫一念觉啊。所以才得这样殊胜的利益。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五佛号无边身如来。清莲大师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清楚，
你对于佛号要清楚，要理解。你不清楚、不理解，怎么相应？什么叫无边身？这小注里面讲啊，三身皆有此意。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化身就是自信，化身原有形象啊，化身是理，不是思想。理遍一切处，这是无边身啊。华严经上我们念到的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所以这是本体、理体。在华严里面也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里面称之为常寂光净土，常寂光没有形象，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没像，十报土这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图是应化身，物化身、水类化身，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你明白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般涅槃呢？没有啊，不但理上没有啊，事上也没有啊，这是真的。何以说事上也没有呢？释迦牟尼佛入灭了，换一个身份出现了，不用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用这个身相啊，为什么不用这个身相呢？众生福薄了，所以佛就现另外的身相。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可以现无量无边的身相。是现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每一尊佛都能现无边身相啊，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的时候，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越重啊。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你怎样才认识？怎样才能接触到呢？你试试看，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未来父母，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就接触到了，你就感受到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离开罪苦众生。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啊，就得度啊，然后你才晓得经上讲的这个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个真正的恭敬心才能够生得起来。啊，恭敬不是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啊，绝不在形式。啊，形式上是表演给那些善根般若人给他们看的。啊，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每一天恭敬礼拜供养，啊，唱戏，给那些还没有学佛、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给他们看。啊，他们会看得很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这些动作、这些表现，啊，他有疑惑，他来问你，你给他说法，给他解释。功德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机会教育。啊，现在做这个机会教育，应当说效果比古时候更要殊胜。啊，古时候到道场决定是求法而来的，啊，所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尤其是这个四佛家的道场，都建立在深山里面，啊，人迹罕到之处，啊，你去的时候交通不方便，非常困难，啊，他没有寺，他为什么到这去啊？啊，到道场去。一定是求法的，啊，所以机会的教育比现在少啊！啊，现在交通便捷，观光旅游，啊，这些观光客就想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去游览，啊，那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出家人，就每一天呢做机会教育的工作，啊，有人在大殿里面烧香礼拜，啊，做出样子给这些观光客看了，他们没见过，没有接触过，有人在旁边为他解释，啊，他在观光旅游不知不觉就接触佛法，不知不觉佛法的种子就种下去了，他就学佛了，你说这功德多大？啊，所以这些道场是机会教育，戒引广大的众生的，啊，真正是在做救度一切最苦众生，在做这个事情。啊，我们必须要有佛的这种胸怀，有佛的这一份感情，啊，念念是念一切最苦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观光客给我们带来收入，如果我们目标只定在这个位置上，错了，完全错了，啊，我们的目的要定在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啊，让他认识佛法，理解佛法，改变他的人生宇宙观，啊，这个对他救助啊，他对道场这一份供养，啊，才是真实的功德。那么这是说战胜恭敬，就是战时是不是一念相应，啊，这一念真的相应了，就能够得
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啊，供养赞叹，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已经入境界了，他才肯这样做啊！造佛像，现在造佛像容易，比过去方便太多了。过去佛像，但现在人家都是手工艺。现在做佛像可以雕一个模子啊，很快的就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啊，利用机械来做，从前是每一尊佛像都人工雕出来的啊。诸位在中国大陆，你看看云冈，看看敦煌啊，这些石窟啊，都是几十年几百年才完成的，现在要做也太方便了啊。那么换句话说，现在人修福比过去便利啊。可是难的难在哪里呢？后面这四个字，供养赞叹啊。什么叫供养呢？依教修行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广修供养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法供养为最啊。法供养菩萨说了七种，第一种是儒教修行供养啊，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供养啊！啊，简而言之，佛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都能照做，这叫供养啊！赞叹呢，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呢，推荐给别人呢，这是赞叹呢。所以赞叹是弘法利生的，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啊。人们这样做，那他的福报当然大嘛，是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啊。所以你明了之后啊，这个经文读到我们就相信，就没有怀疑了。那么一般人读经叫粗心大意啊，只做这个形式，没有实际的内容啊，心境都不相应，他怎么能得福呢？啊，不得福，他就糟蹋经了，毁谤经了，说佛经上讲的是假的啊，我照这样做了。没有感应啊，那个谤佛谤法，那罪过极重啊！不但没有得好处，反而堕落啊！实在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自己把意思看错了，用你自己的意思去解佛经，去解了佛经。误解了佛的话，故事在自己，不在佛经啊！啊，所以《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深洁意趣，你看这四个字多重要啊！要正确的理解，要深洁。你才能得真实受用。
再看第二层，又与过去恒河沙棘，又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之情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前面无边身如来距离我们是无量阿僧祇劫，宝性如来距离我们是恒河沙劫。人啊，所以他这个注解开端是恒河沙劫交情更多一，跟前面比较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更多更长。宝性如来在此地也有简单的解释，莲华念经说，诸佛如来是众生宝啊，那么下面有宝有七种啊，这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七宝，这个性呢是讲这个比喻法身，这小注里都有，诸位看看就晓得了比喻法身的常乐我净这个四德常乐我净叫四净德，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迷失了自性呢，这四个都没有就迷失了如果你觉悟了你见性，这个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间接行为与自性相应，这个四德就现前确实有常，常是不生不灭在佛法里面常讲的无量寿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那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不是所谓是有量的无量，它是真的无量就是清净无染人尽两边都不离我是自在，是主宰什么主宰呢？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这个乐是真乐，苦乐两边都没有才是真乐所以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宝性如来是谁呢？是自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前面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宝性如来念这一尊佛的名号，所以一念相应与自性的性德相应所以下面说了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谈之情，这是讲时间之短行事功德不可思议发心皈依皈
正义两个字的意思要懂得。归是回头，真的回头了。义是依靠，义什么？义宝性如来。就是依自信的信德，这个意念相应的。下面是讲他获得的利益，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无上道是成佛之道啊。我们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经上讲无量数劫，原因就是退转。实在讲进得少啊，退得多啊。诸位要细细想一想，你就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在六道流转，这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缘更少。你不得人生，不闻佛法，就退转了。不止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不止啊！你比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了，如果不能成就，一定随业流转。随业流转，决定堕三恶道。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很冷静，老老实实想一想，不要想过去事，就想这一生当中，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贪嗔痴慢相应，就是三恶道；与无戒十善相应，这人天。我们一天有几个念头与无戒十善相应，有几多念头与贪嗔痴十恶业相应，这不就清楚了吗？一落到恶道，这个经上讲的地狱里面就是无数劫。你看看在人间短短几十年闻佛法，这一下闻不到佛法是无数劫，你才知道这个退转幅度太大了。无数劫那个苦报报完之后，再得人生，得人生又未必能闻到佛法。所以佛经上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呢，是真的，不是假的，真难呐！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学佛成就才要无量数劫。无量数劫，你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证得初住菩萨的这个果位，要经历无量数劫。从初住菩萨再成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通常讲的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数字是可以确定的。前面那个数字没有法子确定，到年初住就好比你上学了，你念一年级了，可以预定了你多少年可以毕业了，入学了，这个数字靠得住啊，
就平常讲成佛要三大圣起歇，诸位要知道，不是对我们讲的，啊，是对一真法界，啊，初住菩萨道究竟佛果，啊，这个里面经历五十一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这四十个位次，四十一个位次，四十一个位次，这个三大阿僧祇劫，难呐，太难太难了。可是你一念皈依，这皈依是真的皈依，不是形式啊。啊，这个皈依是以宝性如来，是皈依自性呐。宝性如来是自性三宝啊，啊，真正皈依自性三宝，这功德就大了。为什么呢？你念念称性，念念称性啊，那当然不退转。啊，这什么人才能做到？初住菩萨了。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大乘起信论是初住菩萨境界，金刚经也是初住菩萨境界，啊，他真的是皈依自性三宝了，啊，皈依自性三宝，照金刚经的那个标准上来看，立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真正皈依了。四相还有的话，没有皈依啊！哎，你没有回头啊，也没有依靠啊！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了的。啊，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阿弥陀佛。